从那家下去就看到全部都是车，心情就不准备了，都看得到，好多车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真的。对啊，为什么首尔的交通这么塞啊？对啊，而且他摩托车完全就是去的是外带啊，还有什么的，那全部的话就是全部都车，这个车超多。对，我也觉得经常就是塞好几个小时，开好久哦。OK， 好，都炫庆呢？